欢迎这三位漂亮的 Dream Girl。漂亮啊，玉芬先来的，舒服的画面。祝福佩岑姐幸福快乐，早生贵子。哇，谢谢，恭喜哇！啊，过来过来，第二一位，我是宋米琴。哦哦啊，宋米琴呐、啊，对。为什么叫宋米琴？你家里是做公益的是吧？哎，你好，有米吗？没米没有啦，送你送你送米琴，送的很勤的，而且送的很勤。来自韩国的，啊，你好，谁啊？是你吗？谁来是啊？跟你乱哈啦，韩国人，韩国人，韩国人，还是用韩文祝福一下，很好哎。那他中文这个讲的很好，还不错。결혼하신거정말축하드리고요恭喜佩岑小姐最近结婚앞으로행복하게오래오래잘사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在这里献上我个人最大的祝福对吗你是听得懂啊每次我在所以当主持人我们要懂得要广泛对不对真的问一下宋米琴刚刚他讲的对吗第一句是对的第三位大家好我是郭雪芙那在这里祝佩岑姐就是幸福快乐，是每一天。谢谢谢谢。不过他们三个女生啊，最近一出来啊，突然间小三的话题又讲出来了。为什么呢？后来就讲什么最近流行小三有没有？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女儿曾经也是小三。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曾经是小三啊。对，后来我小三年级，对不对？哎呦，真聪明，是不是？时间过真快，他现在都国三了，现在已经国二了，国二小三，不是小三。那你们三个人唱一下呢？哎呦，唱 Life 哎，来，掌声鼓励一下，真的哦。哇，宅男杀手。说我软弱的背后，我还是让你带走我家的锁。哎，好听哎。可是这一次，我的心已死，你的脚可以到此为止。从来没有说过你的不是，即使说了，我心也不是如此。原谅我没有继续的软弱，只是你悬殊太大的结果。还不错呢，谢谢。而且他们三个人跟这个。你猜跟我猜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有关联的，因为他们的出处就是在场中央这个地方。过去来讲，他们也是从我们节目里面出来的。来看一下他们三位在我们节目里面的 VCR， 好吧？来，请看。雅琴，24岁，哎呦，哇哦，哎呦，哎呀，美女美女，配过，哎呦的，哎呀，是个美女哎，哇哦。演一段喜怒哀乐好了，不要。哎，喜怒哀乐来一下。哀，乐，委屈。有哎。屈原。什么啦？要怎么演？那太难了。文天祥。好，那个中了大奖，但是同时又失恋。中奖失恋。哎，他有内心戏哎，有内心戏。好，中了大奖，但是已经便秘了两年。看来米琴只有名字变了，但外形改变不大哟，差异度只有7.14%。哎呦，好可爱哦。哦，以前叫雅琴，现在叫宋米琴呐。现在是米琴。哦，不错不错。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哎呀，记得，不上面有写啊。我也记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看一下，看一下，来来来来，雪夫，一起来看他的照片。雪夫。哎呦。Oh my god， 这个有杀气哦，有吗？他应该是个美女，像贾静雯呢。哇，好倍儿亮的鞋哦！打闹的意外让暗恋的对象更加讨厌他。没有，就跟喜欢的男生玩，可是他跟别人女生玩的时候就很像那种皇上在追宫女，然后跟我玩就好像古惑仔打架这样。皇上在追宫女，这是我过去写的一首诗哎。哪首诗来讲一下？宫女在捉迷藏，皇上在后面追，有时跌倒，有时没。
真是好好玩，时间过得真快，再过11个月就是中秋节。当年青色的雪服，现在则增添了些许女人味呢，差异度23.1%。神经病啊！是什么诗啊？那玉芬也是从我们节目，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看一下你这个以前在节目里面，好不好？好，来看一下，看一下，哎，洪启德，你大声，喂，你大声，太离谱了，你今天的车马费就是这个啦，车税，车税。觉得自己梳头发的时候最迷人了、啊，你梳一次我们看看。假梳啊！1、2、3。哎，好可爱。是有点像啊。没有，他生病，他感冒了。是。感冒？你怎么知道？知道啊。感冒啊。发烧啊！现在发烧。哎。我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有问他。见鬼了！他已经先跟你了解过了。嗯，因为他看到我就知道我发烧，我蛮。觉得蛮妙的。我只要一看到对方的脸，就知道他是否发烧。那你一看阿雅的脸，你看得出来他有膀胱炎吗？也会。哇哦，当年青涩的李玉芬，现在变成了漂亮女神，真是女大18变呐！哎呦呦呦，好好加油了啊！